怎么样？这个三刀，跟老师你说说这个三刀吧。I toss my 三刀。sandal 就是那种凉鞋，没有包脚起来的凉鞋。他们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的时候的时候，他们不是都是穿那种凉鞋吗？使徒出去的时候也是穿这种凉鞋。罗马时代他们也是穿这种凉鞋，露脚趾的，这个叫 sandal，yeah，sandal，皮的凉鞋，sandal，老师有那个叫日晷什么来着，也是一个 sandal 是，日晷，它也是这个词，也叫一个 sandal 啊，sandal 那什么，跟这个挺是像的，量太阳时间的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啊，是啊。日，OK，那个是 sundial，S U N 不一样的字，OK。这个是 sandal，OK。看一下。这个是 sandal，right？这个是 sandal，OK，sandal、okay? sandal 是你的凉鞋。如果是日晷的话是 sundial，OK，、okay? 这个是日晷，这个东西好像我不是很清楚日晷最早的是不是就是竖一根棍子在地上，然后从它的影子就可以知道。太阳照射的影子就可以知道时间了。这个是 sundial，他们两个的不太一样，拼写的方法不太一样。对，我有点 sundial 搞混是了。日晷，对。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讲些什么？我发一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看啊。照片找一个，看看有没有照片啊？好像现在还有人在卖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OK，现在发展的很精良，可能都是金属用的。但最简单的日晷就是立一根棍子在地上，太阳从上面照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影子。OK，这个叫日晷。它的理论差不多都是，就是有一个东西在中间，然后它的那个影子，凭那个影子来判断。有的公园里面，美国有的公园里有设这样子。你看这个东西，它设了一个这个太阳随着这个地球自转哈，然后太阳的影子投射下来的影子，这个是会动的，这个部分是指尖会是会动的，这样子就可以知道是几点了。OK，好，这个叫日晷 sundial，OK，我们今天讲的是 sandal 是鞋子，凉鞋。罗马时期的是那种凉鞋，不包脚的，OK，用皮子做的凉鞋叫 sandal。今天这个字还常常用，女士们夏天穿凉鞋，不管有跟没跟都可以，只要是露脚趾的，不包起来都可以叫 sandal。你们去沙滩的时候穿的那种海滩的凉鞋就叫 sandal，sandal 这个 A 是发的是。这个第一个 A 哈发的是那个梅花音 sandal，跟 apple 是同一个音。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